来，比比伫中山公园哦，发现着一只超级大的大蚯蚓啊！白龙雪足久无看到蚯蚓啊，你毋知影？遐蚯蚓伊安尼看无物件，然后就伫遐行走。哎、欸，佮头前，它前面还会通那个路出来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、我感觉这支手机解析度真袂歹。哎呦，我会惊，会怕蚯蚓的刷衣店。欸，他前面那个头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欸，好爽呢，快惊呢！白龙雪无聊个在采访蚯蚓呢。欸，真好看！欸，我看那蚯蚓在白，真疗愈了。来，你看特写，想要考验这支手机，搁我特写，你们对我荧幕照金雷呢？对。这个就是那个椎间盘在移动那个感觉。哎，伊身躯小有色，你有看哦？哎，伊小有色呢？哎，大概多长？来，我来讲，我的脚呢？蚯蚓呢？发现一条大蚯蚓，这里接出了肺片，比脚还长的蚯蚓。迄有的山大棍有哦。足大条个，啊！伊个尾起来，伊个椎间盘是安怎？椎间盘比较不会动呢。他可能要去找同伴送烧。好了，这个今天动物频道就到这边为止了。